我操，巴黎，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，分别是我们的 Julia， 耶，还有我们的，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叫平凡哥。究竟有多平凡？就是开上球道嘛，就都在球道，两杆按，两推，偶尔三推。偶尔一推，对，偶尔一推，真的非常的频繁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挑战两位都是高手。Julia 差点大概是多少？我大概是20左右。听说他大概打4年左右，所以20其实女生算蛮厉害的。我们大家就来看这个组合究竟有多频繁。出发 ，Go！ 南丰球场的第十栋，今天压力很大，有一个小赌注。没错，因为平凡哥也是职业选手。那他不平凡呢？感觉要去树林。蛮直的。蛮直的。距离不知道够不够。不好被传。换我们平凡哥，大家来看看会多平凡。哎呦，好球哎、欸！太平凡。哎呦，好球！平凡哥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平凡哦。今天特别不平凡，居然没有上球道。这颗是一号，好。五号木。对。OK。还剩下大概260吧。可能还很远。对，还很远，所以我先来。好，反正他要去找球。啊！没打到，紧张了。对，正常正常，放轻松。我们有我们的平凡哥，平凡哥来帮我们平凡的按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刚刚那个球找不到了。对，我们在这边打第四杆，但后面有人，所以我们不能回去补、啊。哦，好球！轮到我们平凡哥，希望可以打出平凡的一杆。平凡打就会按了，平凡打。哎呦，好球哎、欸！好球哎、欸！哦，是不是上去了？好像按了、欸。好球，好球！平凡的一天，果然够平凡。第五杆了，第五杆了。打进去还有机会。打进去还是怕。哦，方向很好呢，还不错，好球 ，Boogie 还有机会 ，Boogie 还有机会，还有，因为他们还没按，对，但是刚刚前面看了 Julia 的推杆有点恐怖，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小赌注，今天的小赌注输的要请吃饭，所以不是之前那种踢馆在跟你乱来，没错，压力很大，虽然没有酒精的压力这么大，但是还是。一个赌注嘛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已经决定好了，等一下就去吃我们上次去吃过，我们去聚会的一个地方，那个餐厅它离这里蛮近的，然后食材新鲜，都是一些水餐啊、海餐，然后肉品，对，老板也有打球，有打球的人可以去。第四杆打算用推的吗？对，因为后面有水池。我们要降低失误率。策略很好哎、欸。推进施压一下。我们推进至少还有机会。看有没有平手。你太轻了吧？不是推进去那个圈圈就算进洞哎、欸。有平板哥准备收下第一栋声音。哎、欸，现在有吃口香糖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那还有机会啦。可以。平凡的一球。平凡的一天。平凡的一天。平凡的一天。好球。今天赌注就是中午要请吃饭啊，输的。没问题啊。OK。我们已经让你中了。不让了。
想说来宾先让一下。嗯，我们都传统啊。对啊，第一栋会招待，第一栋会 OB。 我觉得，那间餐厅的特色就是不会吵到别人，球队去聚餐再怎么吵都不会吵到别人，它就是在田野间的一个秘境这样。对，上次我们去真的很安静，就是晚上根本都没声音。没错，重点是那个鳗鱼饭一定要吃。鳗鱼饭太满了，太满了。我们现在落后一栋。嗯，不是，先礼让一栋。先礼让一栋，没错。啊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，阿贝！还在。还在度吗？不影响打趴。轮到我们 Julia 的开球。好。哦。去找 Kevin 了吗？需要停哦。危险。这边可能有 OB 的嫌疑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怎么？大家都很客气，台中人都很好客。对啊。但我们真的是要打趴，这边好打、啊，这里好打、啊，来过很多次。对啊，起码63到国林中间。啊，哎呦，跳，停啊，有点大，可以，但是是four par，没错，打了三骨头。他用生命打球，对啊，平凡哥的一天即将不平凡。而且那个都是草堆，不是泥土。我们要体验一下不平凡。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没事，补一个啦，在旁边补就可以了。在哪里补？来，我们这边有画 DZ。哦，这边有 DZ 啊。这里这里吗？泡球区。没问题。制高点啊。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，连抛球都抛到洞里面，有点凹进去，有没有？下面是土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点 OK。不错不错。姐姐抓一点点左吗？对。哦，你刚刚就是打错。下坡正常。看来是有，还是你改掉？还行啊 ，Boki。来到了第三洞，来平手。对，那边有挖土机，那边现在堆了一个高枪。哎，对，先不要，有点。原本二铁打那里可能刚好，现在可能要打右边一点。虽然这都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水哦，好球哎、欸，真的不错，水，我靠！啊啊，怎么滚出去了？啊，滚去斜坡了？在马路上哎、欸，太远了，太远了呢。这样我拿这只是对的吗？你不是要往挖土机啊？往国岭吗？那我就拼了。对啊，富贵险中求啦。他今天打算当不平凡。哦，好直哦，好球哎、欸！会啊，一定过，肯定过。怕太大、欸。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磨一磨，单车变摩托，很想吃饭是不是？六74到还没加上坡哎、欸，74打猪，74打猪刚好。好，确定哈、哦。就是顶峰的蓝旗子。哎呦，好像有水准，太大了，哇，有点深，深了，没事，我们也在后面 ，OK， 一切一推，一切一推，可以，不影响打趴。平凡哥想干嘛？算一下，我帮你看就好了、啊，四十啊，四十，那我就相信你喽，相信我、啊，我这超准的。
好。哦。哎呦。好像大了一点。水哦。怕的对决。哦哦哦哦哦啊！差一点，压力重重。啊哦，好球哎！好球 ！Good job！ 这次真的是怕了。我换你，换你。他这次真的是怕。夸张。这一段要怎么开？就往右边，尽量用力打，发挥你的 slice。发挥我的 slice 吗？你只要开花刚刚好，就在球道。好，我们现在落后一洞，靠你了。打去哪？是不是太有？我听到小奥数的声音。玩我们的 Julia， 哦，好球！球到中间哎 ！Yes， 让平凡哥平凡一下。太强了吧！哎，可以攻，怎样攻？一个洞，什么洞啊？可以呀、啊，一个洞。有没有这个？各位球友，有没有从那个前面这一棵树的下面这样滴滴的出球，然后这样串上去？我们请 Kevin 教练来表演。Kevin 教练，这个球位你选几号杆？六号铁。六号铁。用拍的吗？不啊，先拍进去。好，先往这边拍过，拍过去。哦。哈这边示范 layup， 就是啊，这个我光是在这个地方都有困难。打暗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洞？就看我打的好不好、啊。打一个 low cut。会不会下杀？好痛！有没有怎样？没打到树吗？没打到树，但我也让他杀出有点痛。哦，这球大概140左右。用什么杆子？用 P。啊。好球哎、欸！好球，好球。好小了一点点，好球啦！收完，通一个，把球干到这里来了。值得，值得啊！这顿饭我是吃定了。这边不好处理。嗯。60度停个球吗？可能停不了。停可以啦，这个上坡你没问题的。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哦，运用坡度，运用坡度，你看停了，真的。Julia for birdie 的推杆，好，又要进了，哎，好球、哦，在圈圈外面，完蛋，我们在等口香糖，听说吃了对于短腿有帮助，真的吗？就是可以让你分心的。我们是佛帕的推杆 ，Kevin 准备对他们施压。有吗？啊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好球，好球！差一点就差很远。他那边还不一定，他那个很斜，而且今天国林的状况其实没有很好，所以都还不一定。都还不一定吗？嗯。那是一定了。OK。OK。没关系，
关系，你可以的。没事，因为他没筋。要帮你拔吗？好。好。这是很陡。很斜哦，要小心哦。告诉你一个无音的方法啦，推到那个圈圈里面就赢了。小的圈圈。科普。好球。来擦。又是平凡的一天。哎，现在落后两栋。两栋。好险！上次的老板说，球队的名义去可以打折。我们今天是球队吧？球队啊，四人球队。Kevin Golf球队。Kevin Golf球队啊，四个人，对吧？刚好我也叫 Kevin。刚好，哎，刚好，那有打折。落后两栋，早知道今天就酒精高尔夫。对啊。失策。失算。还在冲呢？哎，不是，没有喝酒呢。我刚刚自己有补吧？你看这有补，一百扣掉下坡，180码的距离，拿的是二铁，五号铁哦，五号铁，要轻松打，轻松打，好球哎、欸，好球哎、欸，哦、小左取回来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再左一点。哦、好球啦，好球，差点就下山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也会有好球吗？经过你刚刚手腕那个一撞，你说差点就下沙的这种好球吗？这边的话，我整个手腕不一样了。你手腕不一样了吗？手腕整个不通。上次打通了任督二脉。来，你拿几铁？七。算，点掉。什么？有点左，太左了。嗯，太左了，不能按啊。没看到球，太左了，看不到，有可能下沙。对、哦，来到了你最不擅长的地方。对啊，至今还未克服，差不多在平海的位置，只求按果岭。哦。很好哎、欸，感觉很漂亮、欸。啊，不够那个，不够多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古木，是你的球太停了。啊、太停了吗？嗯。落到这边，然后让它下去。好，好，那我就。一个高难度切杆，这个坡蛮陡的。哦，停。哎、啊，大了，还有机会。各位观众，好看的来了，推杆对决。看看我们的 Kevin， 非常的慎重。很慎重、哦。虽然鳗鱼饭很好吃，但是不想自己付钱。免费的更好吃啊！免费的更好吃。已经帮对手要到优惠了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去就说是球队就可以了。啊，不错呢，那就不好。啊，知りません，鳗鱼饭，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，笑成这样还不赶快吃口香糖。哎呦 ，OK， 哦，学像，推得很好。哎呦，我们让一下，我们要让一下。Good try。是适当的开球，花球台那边较平平，较好拍。嗯。伊离发球台遐，搁起来就往啊，遐会使拍。遐会使拍吗？系啊。那个可以打。你等下就拍去遐。哎、欸，可以打那边没关系，也是第二杆就往了。尽量不要了。今天我们要去那个餐厅，其实真的非常推荐球队可以去聚餐，因为他那边还有那个多人包厢，还有你只要是球队总干事，你去定位，他会免费送你卡拉 OK 机台，嗯，吃饭还有优惠，太扯了吧！而且老板好像还有说会送生啤，啊，对，招待这样，招待，
就是 CP 值非常的高，而且一个人平均花费不会到1000块，几百块，好吃，几百块吃到很好的食材哦，吃到饱，喝到吐，喝到吐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刚刚那个卖店阿姨有教策略，有啊，但如果你照他那样打，你只能去卖店吃小笼包，不能吃鳗鱼饭，不能吃鳗鱼饭吗？嗯，只能吃小笼包了。哦，会过吗？会过吗？肯定过。哦，哎、欸，过嘞！我靠，好扯哦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鳗鱼饭，肚子饿。对这球场很熟啊、哦，很熟，很常来，很常来是吗？台中人，对。而且球场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以后要常来哦，来台中都要来。大概120，一百二吗？嗯，120，膝盖在后面。120，120。哦，测一下。好素哟，短了一点。那边好球，可以的，不要对自己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没问题。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，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。嗯、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打中了，凶哎、欸！开到这里来，我帮你看一下这样多远。我自己可以看啊，288，差不多。车重点是上坡啊，也不是车那边，这边没有车。70嘛，70，靠你了，浪费你这一杆呐、啊！碎啦，会留住吗？哦，停不下来，嗯，太多。南风最近国林状况蛮好，很快，嗯，非常快。而且我们刚刚的球位比较偏在一个下坡长草，打过去的球会比较柔柔补一点。对啊，比较会滚，后旋会比较不对，所以我刚刚位置不好停。而且今天它插在一个要下坡，上去是下坡的球位。嗯。换我们 Julia 的切杆。力了一点，感觉要到白线，就到白线了。我觉得要，我觉得要最左边的白线。平凡哥这边。长推杆，好球，很接近，好球，好球，好棒，球，有了。没有，我第一杆推不好。不会啊，还不错。啊，怎么笑成这样？啊，怎么笑成这样？谢谢教练的鳗鱼饭。不是，他不是只有鳗鱼饭哎、哦，他还有别的东西哎。他很丰富。只是我比较喜欢吃鳗鱼饭而已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刚刚听到你的策略了。什么策略？从路的右边切过去。确定吗？我觉得从左边打过去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左边？对啊。从左边要打去哪？下面一栋。但是等一下下一栋真的可以打上来打。也是可以、嗯。我记得是有个策略是这样子的。嗯。麦店阿姨讲的。麦店阿姨讲的。就打过来这边的球道，然后再打过去也是可以按。剩一支52就可以到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等一下就说下一栋。不是这一栋，这一栋你打下去，你就准备哭吧。这一栋是一个分水岭，没错。
给他好看。啊，劈蕊，好劈。对不对？刚刚你们想要说左边再打上来吗？还是好位置啊？没有所以怎么会照着我的策略走嘞？把我的球路打掉了，你就给我打一样的。哦，水。Go 运用地心。会不会打到人啊？没声音。没声音。可以。好事。可以可以。真的好大啊，各位！你看离国林那么近，这边切一个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这边啊，不是，这角度是要哪？这角度好，不用啊，这正常打是没有过，干嘛要角度大？五铁，五铁还真的不会过，七铁有吧？有，七铁可以。我以为你说正常打是，不是你五铁不算正常吧？好、啊。这都要把握分水岭。我今天拍回去，让你好打一点。对你只要往正前方这样打，前面这个秃秃的草那边打过去。好，它的右边应该都没关系，但不要它的左边，它的右边都可以。我们还是可以三缸的。没错，应该还 OK。好球！你帮哥的留了一个长草给我。对啊。没事，会不会打球？我们就是要走不平凡路线。哦，水！抓到！有哦！来往前冲，可以。是不是留一个好攻的？是不是留另外一个长手给他？互相趁机报复一下。他最会打的就是不平凡路。那球很猛。猛哎、欸，这个很扎实，真的扎实。刚刚你打150，要装160打。好，不是装，不是装，是真的要打160，装160打。要当160打。对。哦，很高很高。哟，我看不到球了。感觉还不错。其实右边。90到旗杆吗？对，我们已经在旗杆边等了。好，我们过去加入他们。没错。好球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呗。在哪儿？在那个草坑里吗？出事啊！我知道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很贴心、啊，这样才有刺激感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我们这个平凡哥呢，之前去泰国受训，学了一招这种草坑的打法，就是呢，我们重心要在这里，然后上杆的时候有点陡峭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打这里，直接给它挤下去。完美，打那个土就可以了吗？没问题的，肯定就是打到这里，这里哦，后面哦，拿不到感觉，不能打到球，打到球就拜拜喽。好，拜拜，赶快看茱莉亚示范一次。拿不到是我的专门，这是我的外号。但是我擀面要开吗？不用。然后重心在这里。对，重心在后面。然后这样蹬下去。没错。好，那我要打。教练，哈哈，那你要亲自示范一次。没事，交给我。亲自示范一次。我来示范一球，虽然不一定会成功。他受训刚回来，还没练过啊。你不是受训完了吗？还没自己打过这招。哦，好球哎！成功了，很甜哎。还不错，我没有想过这球会那么挺。他也没想到，因为他都没吃到擀面，就有点像在沙坑打球的感觉。For bogey。停啊！没事。不是，那个线我怎么样？线摆好了吗？摆好了。稳的，
上坡。下坡。下坡。下坡。你出事了。下坡呢？出事了。哎。推进大圈圈就好了。进大圈圈，出来了。哎，我怕了。你 QQ 上。啊。OK。OK， 交给我们结束。就轻松。是不是说那个隔壁球道是好打？对啊。不影响打。那边，你看在那边就可以这样 for birdie。对啊。策略。在地策略，刚刚阿姨有在教，磨了天啊！哎、欸，现在这里有点坏坏的想法，会有不好的想法哎、欸。不要去了啦，哦、这栋就算输了，还有下一栋。但你这个瞄至少要瞄到左边那个大树、哦，不用最高的那个，最高的右边那个，最高的那个太左边。你自己抓，看你的球路会怎么样。姐姐可以打了吗？你要直攻国里吗？嗯，对。他想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。还有人欸，国里上还有人。会到吗？我看一下几码。可以哦，你有机会上。320呢，不会到。不会了。但是姐姐说你有机会。有机会啊，那个打到斜坡会太滚了。哦。啊！不要这边等半天，然后、欸、然后打 OB， 打在这边。你要攻半缸。哦，哎、欸，好球哎、欸！不会不会太足？看运气，看怎么跳。有点夸张。尽力了。是不是因为有吃口香糖？对。你看我们节目的风格，现在两段还是要往树林打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我觉得以你的节奏为主，没错，不要听我的意见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球在哪。也是。补助，补助。哦，所以球到，好球，球到，是好球。在而且那边地是平的，啊、对，有个好位置，你很舒服。这怎么打的？平凡哥第二杆，还有95吗？95嘛，刚是九，没有啦，五十，哦，50，想说，我刚刚在那边听成90，95，55，哦，哦，不错，平海，很美，小歪小歪，很美，手套都不用戴。干嘛？没事。我以为你要讲连子墨。很累。群哥一在南峰第八洞一杆开到这里，相当夸张。教练搞尬。哦，水呢？哦。嗯，没事，因为这边真的有点难切。没有，我都没吃好。这次是下坡了，下坡吗？上坡吧，下坡了。我刚切过来下坡，这里怎么会上？怎么会下坡？我从那里看是下坡哎、欸，上先下，然后过去到洞是上坡、啊。重点是到洞的地方。重点是到洞，没有，我觉得你至少放，因为我们现在平手，所以我觉得你至少让它就是放到那个圈圈里面就可以了，把那个目标放大。因为你看我们安全打趴，他们现在两岸，他们也是基本趴。好，我们就先基本趴，然后去站最后一栋。好，直接抓很右啊。再来一点。哎、欸，硬是在前面。Julia， for birdie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很有企图，晋级了，
用屁股夹了一下，很有企图心哎、欸。我们今天都还没抓鸟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我们也还没，但两人一球真的很难抓鸟。哎、欸，可以帮我拔起吗？你口香糖吃下去了啦。OK， 对对对，口香糖吃下去，腿杆都没问题。哎，可惜。OK。OK。胜利靠我们自己啊！太狠了。水啊，鳗鱼饭半碗在嘴里啊，半碗在嘴里，再加个茶碗蒸，没错，哎、欸，这他的茶碗蒸也超猛了，他的茶碗蒸非常特色，嗯，外面没有吃过，外面没吃过，上次吃真的惊艳，吓到，下一栋是我跟平凡哥的 driver 对决，没错，看谁可以开的越接近洞，抓鸟就有机会扭转胜局，没错，来，他们追平胜的机会又来了。最后一洞，没有机会。很直，很直，很直，很直。看到我在路哦，过路了，斜坡。我跟你说，这洞就是要这样打。这栋子宫其实很难打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是要放在那个斜坡球位。答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那个位置很好。答对了，真的吗？这栋就是要这样打 ，Really？ 才有、才有饭吃，有点危险。小危险，小危险。好像要占地，知道吗？应该是不至于吧。如果你距离够的话，可能这个应该还好。逆风又没中球，哦，应该是还好。没中球啊、哦？嗯，我觉得应该。是不是危险？你距离那么远，小看自己了。因为我刚刚看他真的打蛮远。啊！不要放弃，高尔夫是不能放弃的运动。对啊。真的吗？这球打进来是怕。那。也有可能你们的球 OB 之类的，也有可能、啊、高尔夫有无限可能，球是圆的，对啊，真的啦，不要放弃，偏偏我们的是方的，所以改变不了。不要放弃，下一杆打进还是 bogey 而已啊！没有放弃，对，不要放弃。我没有放弃。这位置真好切，他们刚想学没学到。你看这里刚好直对着七字平海，所以你等下打的时候就不用怕上去是一个下坡不会停球，这里过去是上坡。嗯。正常打让他稍稍。哦，然后要比那个金东江还要金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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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哎、欸！下去了，很精彩，下去了。那边真的很好切，坏掉啊！你自己去看，我拿我的给你切。你看那个 line 是平的，死了，死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放弃任何希望，切进还是 birdie。哦，碎！好球哎、欸！好球！不敢切。好球哎、欸！怕打到那个马路。Bogey chance。看球。哦，
咬不住，这里下坡。轮到 Julia， 不能放弃，没错。哦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我怕推杆，给我擦下球。从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救回来，居然没有 OB， 这个球太神奇了。这洞就是要这样打，这洞这样子就可以很简单的打趴。对啊，示范一下。哦 ，nice， 差一点。好球，推了一个寂寞，要有始有终啊！真的，好球，对啊，没顶住压力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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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午餐，没问题，鳗鱼饭，鳗鱼饭。啊，今天小赌的胜，最后，最后，对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吃。刚刚门口完全没有停车，超夸张，用餐时间居然。欸、而且这也是平日中午，很夸张哎，居然前面整个停满，只能停去旁边的工厂。哎、欸，这也不是用餐时间，我们打完其实现在已经一点半了，已经离峰了。哦，很夸张，生意还这么好，赶快吃吃看，鳗鱼饭多可怕。哇，胜利的蟹肉特别好吃，他们的应该不好吃啊，他们的偏苦，他们的吃起来有比较咸。有点眼泪的味道。今天我们在最后说那个分水岭的那一栋，这栋是一个分水岭，真的是一个分水岭，直接从那栋连营山。你先故意劈雷嘛，去隔壁让他们松懈。其实也没有，因为我们很明确的说就是要这样打，他们不听啊，对，讲不听，打不了怕，讲不听，所以就打不平啊，我们打怕。关键就来，那个气势整个就不一样了。没错。好，那今天呢非常开心，邀请到两位，然后还帮我们付了午餐钱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。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很抱歉，很抱歉。那两位今天、第一次两人一球吗？就是在我们两个第一次配，对，配是第一次组合，所以之前有打过，有，之前有了解。但是两人一球真的很吃默契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希望下次还可以再邀请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踢馆，一定要踢的啊！我们要血池、啊。对啊，我们默契现在十足，这次先让你十足。今天等一下鳗鱼饭有谁吃？大家给我们平凡哥吃。听说他不吃鱼，没错。所以刚刚的那个是不是你故意不推进去，因为你不想吃鳗鱼？那个比赛有嫌疑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推的时候。大家开心的想说要吃鳗鱼饭，我还是想说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想说要惩罚。哎，最后一栋直接开去那个山坡上、啊，最后一栋不演啊，怕成这样。原来是因为直接不演，改往 OB 打，然后还在假装找球。好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们刚才肚子饿，吃一下先前菜开始，等一下听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干杯饭。吃东西很奢侈，怎么样？超怕、欸，超怕、欸！我觉得猪饭不行，不是啊，这是炖饭啊，炖饭可以，这里没有卖猪饭，对，没有卖猪饭，炒派。
南极回来的鳕鱼。嗯，你说看过极光了？它那个油花，油花油花，这个油花有没有？有，我手没有在抖啊，是那个油花在晃。阿扁，一秒六下。来了，推荐了一整天的鳗鱼饭，你试试看。嗯，是不是超好吃？我跟你说，它这不是一般那个辣萨摩，嗯，它这是台湾白鳗，嗯，高级的，高级，超 Q 的，不是那种烂烂的鱼。Hello， 来，阿勋，阿力，还没吃饱今天？不行啊，太饱了，太饱，太饱了。啊，东西有合口味吗？有，很好吃。他刚刚那干杯饭，称赞到那边去，完美。懂吃大颗，因为我们的干贝啊，从北海道都挑当季最大颗的，然后进工厂之后全程都不发泡，然后又最好的冷冻设备，所以把它的甜度跟弹性都锁住。所以你在台湾的餐厅里面，你我自己觉得你很少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么 Q 弹的干贝。对，刚刚的鳗鱼饭也很厉害。哦，听说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台湾的白鳗，对，因为鳗鱼有很多品种，鳗鱼有非常多品种，那最好的品种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白鳗，嗯，因为它肉质最 Q 弹，土味最少，对，那刺也最少，那像我们的都是像台湾白鳗，而且手工去刺，对，然后都是外销日本的。就我们的鳗鱼口感非常 Q 弹，没错。我觉得海鲜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吃那种软软烂烂的东西啊，对，或者这种鱼腥味很重啊，土味很重。我自己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我们餐厅的海鲜，我觉得我们都严格把关，精挑细选，精挑细选。那个龙虾尾也很好吃哦，那个而且那个是用鸭鲜呢，对，那是印尼的龙虾尾，那比波士顿龙虾要好吃非常多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嗯。听说孟哥这边有一个，他自己做了一个招待球队用的地方。哦，对啊，在后面啊。嗯，应该说了，我们那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这边的餐厅一二楼对面这边位置，相对来讲有时候大的团体就没办法不好做，所以我们那里有一个专门给球队啊，或是一些公司社团叫团体活动聚会的。那我们这边如果啊，你如果是那个球队来订单，免费提供户外卡拉 OK， 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号称台中那个叫最大间的包厢，好不好？去外面找到那么大间的包厢，最大间的包厢，有吃有玩又可以喝酒。啊，如果球队来，我们都会，那个怎么样？赠送3000cc 的那个阿萨伊的生啤，3000cc 吗？超好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们一个人只喝10cc 的话，可以300个了。那你们球队就看几个人，自己要分好。像我们今天就是有4个人，对，我们4个啊，3000cc。那我像我大部分朋友一来就直接克掉3000cc， 一个人就喝掉3000cc。一个人3000吗？不难啊，500cc 6杯就没了。欸、而且这边要吐很方便，旁边就是点的。有机疗法，有机蔬菜，还不用怕吵到别人。对，晚上的时候这边非常安静。嗯，所以算是一个蛮隐秘的地方。对，隐秘性很高的餐厅。对，然后重点就是你就是不会吵。欸、台湾你很难得知啊，到一个地方晚上哦、喔、很安静，然后都没有车，然后又很舒服的地方，对，晚上，而且这里又离那个乌日交流道又很近，对，所以在中部打球的话，你其实从各个球场过来都很快就可以到达，对，重点不用塞车啊，我们最怕打完球肚子好饿，然后要去吃个饭又要塞车塞很久，对，没错。我们都觉得说想要找离球场近的地方，交通方便，不会塞车。没错，对。然后我们餐厅真的是算得天独厚了，就等于整个中部地区你很少可以看到餐厅，就是刚好在这么多球场的中间。你们今天不是打完工吗？对啊。对，没错。够近吧？很近，大概10几分钟，10几分钟，20分内一定会到。然后我们这边游览车也都很好停车，对，都非常好停车，对。
不用停车费了，好，不要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阿君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孟哥。上次呢，我和勋哥来的时候，其实晚上时间，他这边外面是有提供座位区的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那边唱歌啊，喝酒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其实那个整个气氛呢是相当开心，尤其你一群朋友来的时候，快乐到不行。那时候我们大概唱到11、12点吧，都没有警察来赶过，因为这附近的工厂都下班了，唯独就是2点的时候，老婆就打来说要回家了。其他整体都是非常棒，所以最大问题就只有老婆要管好一点。带老婆来就没问题了，带老婆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没错。带老婆一起来享用这边有的吃有的玩，还可以唱免费卡 OK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J， 下期见。